直到秦教阁里，秦旭跪。迎娶新娘子的，来来来来，先吃点点，来。爷爷。夫妇。新郎来接你了，坐。致拜位。跪。拜。行。拜。李成。
一起施展，新郎新娘三妻三让，双方互敬互让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新人一贯习俗，哎，行过观礼。过观礼是指一对新人在入席前净手洁面，象征整个人纯洁庄重。
朋友，新人半路饮酒，既为了听爹吐香，也为了安时养身，体现出新郎新娘开始品尝人生的酸甜与苦辣，共同体验生活的艰辛与欢乐。再敬酒。敬酒。先和解，和解是和，把葫芦一分为二的葫芦和解成为一个完整的器物。因为葫芦是苦的，用来盛酒必是苦酒，所以夫妻共饮和解酒，象征着新郎新娘合二为一，永结同好，体现出新郎新娘同甘共苦，永远相伴。行，结发礼。有天堂双合一，山盟海誓两不心，一对新人发相结，心相印，愿他们白头偕老，恩爱一生。己丑年。
点咸味。一对新人的爱天地为证，一对新人的婚姻大家见证。朋友们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为他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。请欣赏，您又激动您又咳嗽喜羊羊，大家欢迎。